这两个版本来道果有两个版本是不太一样的，好多其实道果本身也有很多的版本啊，这个道果本身呢、啊，它是属于萨迦教，萨迦班支达啊，这个毗瓦巴本身所讲。那么毗瓦巴呢，也就是这个萨迦教藏密萨迦教的祖师，他是他以前祖师。那么道果有好几个祖师，最有名的那个祖师呢，就是当过蒙古大帝国的军师的那一位祖师，就是叫做巴师巴吧。啊，这个长治是不是八十八？啊，八十八这位祖师是很有名的，就是当过蒙古大帝国的这个国师，还有萨迦班支达、毗瓦巴，这是萨迦五祖里面萨迦。有这个五祖，为什么叫做萨迦呢？因为萨迦是灰色的土，因为他建寺庙在灰色的土，萨迦两个字是属于灰色的土，灰色的土。那么他的传承，这个目前来讲就是到了，就在印度呢。就有启沁啊，启沁是法王，在西雅图有达钦是法王，但是达钦已经延吉了。那么法王听说萨迦法王在印度的时候，有一个萨迦法王跟启沁，他们有两个法王，本来一个法王是住在西雅图的。啊，就是有一次啊，我们在这个 Chinatown Street Fair 的时候，那我们雷藏寺有摆摊，啊，这个萨迦法王到了我们的这个摊位，到了我们的摊位，拿着这个转金的。小的转经轮在玩小的转经轮啊，这个萨迦法王哦，是法王的，他玩着转经轮。那我们的这个我们一个这个法师啊，他自称是江南七怪的法师啊，给他抢回来，赶快给他抢回来。他说：“这是要卖钱的，怎么可以让你？”啊，其实是萨迦法王，你要供养他一个小的手转金，都可以的，应该可以供养他的，不用那么小气，把他抢回。这个道果的传承呢，本身就是萨迦派的，萨迦教的道果传承。那么五个教派，四个教派各有四个传承，这个像这个灵马派就是红教，它的传承就是。这个大圆满吧，还是大什么？是不是？是大圆满吧？啊、哦，这个白教就是大手印啊，他们的法是大手印法、大圆满法、大手印法。萨迦教是这个道果，叫大圆盛会。那佛教最大的法就是大威德法，
大威称为大威德佛，大威德、大手印、大圆满，这个大圆盛会。大圆盛会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道果，我们讲的道果。那么他们各有啊，各有这个大法，但是每一个大法实在是大同小异，大同小异，大部分都是一样的，小部分有差别，小部分是有差别。